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西走同心哦，八峰第四层八支四支三支一。哦，这个关卡进光珠哦，所以我们的那个达胜队里面就变得哦不太一样哦。哦，有一只攻防盾，所以那只先不要碰哈、哦，先处理其他那几只哈。哦不过这个满满的补血珠跟攻击珠还蛮舒服的。哦，进珠有时候玩起来蛮好玩的、啊，因为你会发现你珠子超级不缺的。哇，但是也是很夸张，这已经进珠还缺珠，就是有点离谱。大于等于六 combo 哈、哦。这个之前有看我实况的，应该知道我在用什么队伍。搭配火屋做一个 1.5 倍攻的队伍出来。哦，直接开，哦，直接开没关系。哦，不用担心骷髅头的问题。哦，因为骷髅头它一瞬间就会消失了。常驻活物的话，这样就等于是妲己配 1.5 倍的队伍的意思，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关卡还稍微看一下，因为有时候连击它会撑不住，所以要稍微绿一下。可以看到我们 1.5 倍攻打起来都还有点硬哦。看到，就像我刚讲了，居然会缺暗珠，这个事情也是蛮夸张的。都已经要进光珠了，还会缺珠，是蛮扯的。做 combo 输出来就对
哦，漂亮的多 combo。第三关哦，这个越战越强赢哦，这个赢，我们直接这个大家等我一下哦。这个开艾德应该就可以了，可能还不用开到艾德，直接犄角送过去就可以了。犄角加大圣，我们看这个攻击力会不会溢过去哦。这个 combo 应该溢得过去了。第四关哈，固定扣血，扣血这个70%。直接看艾德加打起，哦，不用跟他玩。而且这攻击力看非常准，因为只有一个伤害而已。来吧，咣，700多万，哦，741万6000多，哦。这个锁技，哦，隐身锁技的，这个我们已经打了好几关了，常看见。不怕，真的是不怕断新珠哦。我刚断暗珠也是蛮奇怪的。可以看到 combo 数这么多，威力其实也还好。哦，所以我们这样用起来的心得感想来讲，我个人还是觉得路西法的队伍会比较强一点。第一害我开不了这个天蝎。
差不多了哈，差不多了哈。两秒转出，嗯，好，我们试一下哈，这个看可不可以送走哈。嗯，看得出来是送不走，我差点开龙科咧。好，你家在我没开。哦，果然两秒狮子真的有点短哦。漂亮的天降，我喜欢。好、哦，舒服的14 combo 哦，省了我好多时间。啊，那个。What's going on？ 为什么会这个？哦耶，哦耶！我靠！刚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过头。好，最后一关东海龙王，东海龙王，哦，哪一关？罗生安。技能全部开了哈，这个就无所谓了，一波就直接把他送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队的 OP 有多 OP 呢？跟路西法比较起来，一波的话应该是这一支比较强。续战的话，我来评估是路西法比较强。来吧，龙克。
按照指定款的路径。靠腰歪掉了，哦啦啦 K 哦，4511,9424，基本上是溢过头了齁。好，以上是这个8-4-3-1吸手同心，应该吧，是吗？看一下，好，吸手同心没错，8-4-3-1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